안녕하세요마야입니다刚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哦，大家好，我叫玛雅，初次见面你好这样。那、啊、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就是韩国留学？然后听说你好像是全智贤的学妹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我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不想待在台湾，然后我就瞒着父母先去读了半年的语言学校，自己偷偷报考了东国大学的戏剧系，考上了之后才跟他们讲说，哦，我要在韩国读大学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是读两年之后呢，我休学暂时去了北京一年，我也是去学表演，然后因为遇到了疫情，所以哦只好转回来台湾，但也是很开心能来辅大。哦，我有拍过一些广告，然后也有参与过蔡黄如的 MV， 对，然后目前也还在做多方面的努力。因为直播嘛，就是平常可能会遇到很多个性不一样的粉丝，然后就会有很多怪怪的，照三餐问候这样，就一直狂传讯息，或者是就是疯狂的洗你的赞，就每天都。就是在睡觉，然后可能就一直疯狂刷你，为了引起你的注意，这样。对，我是空中舞蹈的老师。对，因为我本身以前是跳现代舞的，那我很喜欢现代舞的它的韵味跟它的声韵，然后以及它的情感抒发这样子，所以我特别喜欢的是空中舞蹈，它可以利用一些像是比如说你的肢体比较不好，但是空中舞蹈它可以让你呈现更多的肢体，或者是你平衡不好，但是空中舞蹈的筹啊的挂布就可以帮助你，那你就可以更容易做到那个动作。我是从二月开始做，然后到现在其实他主要就是做销售跟带做团队，然后我现在底下团队一共十几个人，快二十个人这样。其实我今天的妆蛮日常的，就是这就是我平常风格妆，我可能会比较偏向喜欢大地色的，对，我不太喜欢粉红色，然后加个白色眼线这样。